你们两个今天把车给我洗干净。洗着呢。我的意思是洗得干干净净。同学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来，这是你一天的工资啊。谢谢主管。加油，好好干啊，别像他们一样，你努力啊。行，谢谢主管。先走了啊。好。不干了不干了，罢工。谁？你不睡觉诈尸吗？我刚刚在沙发上看杂志的时候睡着了。你灯都没开，看什么杂志啊？大半夜装神弄鬼的。你还知道是大半夜啊？我还以为你要夜不归宿呢。哦，小树下，你可回来了。本来呢，我是想要等你的，后来七祖说他要等你，所以我就去睡了。没事吧？鱼儿姐，我没事。如果下次我又晚回家的话，一定提前跟你打招呼。您先去睡吧。好，那你也快点睡啊。嗯。谁要去等他呀？大半夜的，不知道跟谁鬼混去。哟，真没看出来，这小身板还是个标准的女汉子呢。可不嘛，不怕苦不怕累是吧？可不嘛，昨儿齐征比我挣的还多呢。歇会儿吧，喝口水。你们喝你们喝，我不累，我再干一会儿。好好干，好好干！哎，你干！干嘛呀？吓死我了你！你们两个，今天把车给我洗干净。洗着呢。我的意思是，洗得干干净净。走吧，好好好。你呀，怎么去那种地方工作？不怕危险？我要打工，我想还钱。因为有田老师陪他花瓶钱。嗯。是吗？嗯。我帮你还钱。不用，那我还不是要还你的钱，我也还不起。那我帮你找个新地方，你上班去。而且啊，又舒服又可靠，老板还是个大美人。嗯，你放心。嗯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玛利亚老师，初夏就交给你了。这段时间，他就是你的助理，是你的贴心小护士。有什么事，请吩咐。别说，还真有件事要拜托你呢。嗯。不过，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，你出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初夏，来。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哇！去去去！哇！真想被他打一针。没出息！别说是打一针，就是打毒药。
也心甘情愿。哎呦，玛利亚老师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玛利亚老师，我肚子疼。玛利亚老师，我肚子疼，头疼。哎呀，玛利亚老师，玛利亚老师，过来帮我看一看。哎呀，我头疼，阑尾炎犯了呀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头疼啊！好疼啊！浑身疼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太疼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头疼。点了，今天终于让我给逮住了。对不起啊，下手有点重，本姑娘最近心情不好，你们正好撞枪口上了。长得真漂亮。刚才是谁叫我检查身体的？我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个钳子啊，可是德国进口的，做工精良，非常尖利，只要咔嚓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干脆利落。两位宝宝，你们是想检查打理啊？玛利亚老师，上面，好了，还是下面啊？啊，搞定！走，树下，跟我回医务室啊！来，我扶你，走，小心！哎呦，老师，小心啊！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呀？好疼啊！哎呦！小心点儿。哎呦！怎么了，初夏？最近都是这个表情。我害了有田老师。是花瓶的事情吗？你也知道。我现在连跟他道歉的勇气都没有了。